你骂我，快点！骂你干嘛呀？我这边啥？你说一会儿进来个女生，穿粉色衣服的，你只要看见她了，你就对着我大喊"渣男"，从我家搬出去。为什么呀？哎，这帮个忙，就朋友给，就是个女朋友，今天我俩刚吃完饭，我俩逛街，就相中我了。相中你这不挺好的？我不喜欢的类型，但是她比我大10岁，接受不了啊。 那我不能说你大，这说人家岁数大了不伤人自尊心吗？那我骂你，你不伤自尊心吗？我不怕，你一会儿你见着他进来了，你盯好了门口啊，进来了你就说"渣男"，从我家搬出去，啊！我觉得不太礼貌。来了，快快快，渣男，从我家搬出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再来，再渣男，走了，太好了。 选对人了，我去，我第一眼就觉得你能帮助我啊！这事儿跟我就选你，没事，美女，这不白帮啊，不白帮。他说走了，那我什么时候搬回去？搬，往哪搬？我不从你家搬出来了吗？我不得再搬回去吗？这不咱俩演戏呢吗？对呀，这不是演戏呢吗？演戏，这我都搬出去了，咱演完戏了，我不就得搬回去吗？开始总是等着